不快，是。哎，把老衣服处理好他们。天亮之前，我们必须动手。一鸣三郎，发什么愣呢？你刚刚在看起扫把星吗？ 金明三郎，你今天的样子，可不适合拼命啊！今天我们可能会死在御林关。死就死吧，那么多兄弟死在咱们前头，到了阴曹地府，照样喝酒吃肉。好，如果我死了，找个深山老林把我埋里头。深山老林？对，离这个打打杀杀的世道。 越好，主意。哎，要是我死了，你也得记得埋我。一言为定。御林关有三重城门，属我们要去的这道防守最弱，现在是他们缓慢的时机，是最好的时机。一旦接近城门，我们就只管厮杀，不顾一切的破败。朝廷的人已经在外面等着了，记住。 他们一到，我们就撤。好，避免伤亡。知道了。站住！ 考虑，为善除恶，千秋光明。不对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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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在下庞万春，念你们英勇，降者可免死。梁山的人从来不降，兄弟们，我们的缘分就直到今天了。给我杀！
我娘说扫把星是灾星，会给看见他的人带来厄运。你看错了，那边是牛郎织女星。如果我死了，找个深山老林把我埋里头。深山老林，对，离这个打打杀杀的世道越远越好。好主意啊。哎，要是我死了，你也得记得埋我。一言为定。石秀、史进等我朝良将，为解圣忧，出军征战，剿灭悍匪方腊，即战死于玉林关，见追封史进为中武郎，钦此。哎，您看看，买点吧。啊，要吗？哎，这有人了，走开，走开。哎，后面去，这有人了。你哪儿都不用去，在这儿就是了。铁云，别闹，这是留给老黑的位置。这位置越靠前，柴卖得越快。老黑的柴差每次来得又晚，这位置凭什么留给他？铁云，你跟他认识？不认识。没关系，我去后面。哎，没事，你就在这儿。我刚来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这么欺负我的。大家都是穷苦人，干嘛互相为难呢？来，你就安心的在这儿卖，公平正义从我做起。啊，行了，跟我走吧。哎，这位大哥，我看你的柴又干又足秤，我就喜欢老实人。你放心，以后你的位置我给你占着。哎，请我喝杯酒如何？客官慢用。
我叫铁云，你呢？是。进。以前梁山就有个叫史进的，哎，不会是你吧？我知道不是你，梁山那个史进，据说已经战死在玉林关下，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叫石秀的。如果不是我当年年纪小，说不定我也上梁山了。可惜啊，等我长大了，梁山却已经不在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哟，终于肯说话了。我看你是老实人，我这个人啊，就是见不得老实人被欺负。你怎么知道我老实？我看你的柴啊，你就随便一捆，不像他们那些人偷奸耍滑，专门把好的放在外面，里面呢，不是短就是细。卖柴也有这么多门道。我再给你盛一碗吧。二叔，手里拿着什么呀？没什么。拿来。你说你这个败家子儿，还没学会挣钱呢，出手倒这么阔气。二叔，不就远州吗？他要是认准你心好啊，今天喝了米粥，改天来还不知道吃什么呢。他挺可怜的，就再给他盛一碗嘛。平时怎么教你的？女人心海底针，永远不要相信女人。好了好了，去忙吧，这里交给我。哦。那就喝吧，喝了这碗粥以后不要再来了，知道吗？老板，我可以帮您洗碗。行了行了，像你这样的人洗碗我还嫌不干净呢。哎，没吃饱的话来这边吃吧。来吃吧。可以吗？来吃吧吃吧，他请客。慢点慢点，来来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家人呢？我叫阿如，我没有家人。站着。我叫你出来偷吃，带回去，再饿你两天，每天接的客不超过两个，还想吃饱？你还有没有点规矩？带走，走，快走。嗯，是你们给他东西吃的？是。这种贱人给他吃也是浪费，我花钱买他回来，这每天吃的比赚的多，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你要是真可怜他，就到对面的来凤楼光顾一下他，你光顾的越多，他就吃的越饱。小子，以后我若发现你们再给他吃的，那你也就再也不用吃。哎，我们不懂规矩，是我们错了，还请你多多包涵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赤鬼，我是赤练帮的老妖，你要是不服气的话，可以来找我。
带走，走，走。嗯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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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以后我再发现你们给他吃的，我敢保证，那你也就再也不用吃了。把柴放这儿吧。哎，好。这只浪户说了，我们俩的柴实诚，不加带，不像别人的。以后有柴火，就直接往他家送就是了。不错嘛，石剑，怎么样？和我铁云一起，没错吧？求求你们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求求你们，别打了！求求你们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求求你们了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求求你们了！又是赤灵帮的人。听闻张大户有名的好客。这恐怕不是待客之道吧。志飞啊，你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啊？咱之前拜访的时候不是说了吗，风闻张大户的钱庄生意做的那是个红火，我们赤脸帮呢最近也想进军钱庄生意，这不一下子想起你张大户来了，就想在大户的生意中分个成。分多少？五成，怎么样？一开口就五成，这跟抢有什么区别？我们先看看再说吧。五成？不，五成不。不答应也行，恐怕会有大麻烦。听说张大户有个单传的儿子，就是这小子吧？长得挺可爱的。住手！你只有五天的时间考虑，五天一过，我们要还没收到银子的话，就请大户找天底下最好的武士来救你的宝贝儿子吧。来人，把你带走！救我！救我！儿子，放下我儿子！儿子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儿子！儿子，爸碎的也好，
过去。让你跑，不给你教训，看来你永远都不知道怎么好好接客。我已经照你说的做了，那个客人他不是东西，我不想做他的生意。你这个贱人，有客气就不错了，哪还轮得上你挑啊？我干什么？想出头？我有钱，买他一个晚上，行吧？就你？别人的钱是钱，我的钱就不是钱吗？你们赤练帮怎么做生意？哎，大爷，他还是个孩子，而且又喝醉了，你就放过他吧。石进，闭嘴！不知道加上这些，够不够平息赤鬼大爷的怒气？如果他能跪下来跟我认错，我想应该够。我替他跪，石进。师姐，起来！你很懂事。我能不能请大爷再给我个面子？我想买阿如一个晚上。你有钱？啊，我有。我喜欢懂事的人，不过阿如很贵，这些钱只够买他两个时辰。哦，就一赤鬼大爷。两个时辰之后乖乖的给我送回来。当然当然。你干嘛？你付了钱，我该服侍你的。钱是石进付的，你要是服侍，去服侍他吧。他让我来找你，你嫌弃我？哎，没有没有，我就想让你好好待着就行。真的？你在这儿，迟早会死的。死就死吧，反正活着跟死也没什么分别。不会的，只要活着就有希望。不如我花钱把你赎出来吧。上次有个书生想赎一个姐姐，拿的钱少了，被赤鬼打断了一条腿。你不怕吗？说点别的吧。如果自由了，你想干点什么？我没想过。时间到了，他们来找我了。
这么活着真是憋屈。你是喜欢他还是可怜他？不知道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喜欢他。我还有些积蓄，你拿去帮他赎身吧。没用，你那些钱啊根本就不够。哎，要不咱们跟他们商量一下吧，钱可以先欠着，以后慢慢还呗。你觉得赤鬼会答应吗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一定要做点什么。你想做的事情连梁山都没有做到，更何况你只有一个人。我总可以做些事情，总得做些什么。来，干杯！小二，给我来壶酒。好嘞。知道。客官，您的酒。好。客官，请慢用。客官，请慢走。在客官里边请。哎，这三天你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。对了，有钱没有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做蠢事的。我不过这几天啊，找了个新的差事做。那就好。哎，走，我再请你喝一杯。你用我的钱请我喝酒？这不新差事刚开张，还没进账吗？走。
进来吧。东西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小梁山第五位兄弟了。来，替爹请到，同生生死死。铁兄弟，宋大哥，我们本来不是那么容易让你加入的，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这个钱我们也不贪你的，算是你的投名状了。我明白，梁山是因为结了朝廷的生辰纲才扬名天下，我们小梁山要干一票一样的来扬名立万。不是说好了要从赤炼帮下手吗？赤炼帮的耳目众多，你再等我。怎么认识他们的？认识谁啊？小梁山。你跟踪我？不要再跟他们搅在一起了，就凭他们不可能是赤炼帮的对手，而且这个世上不可能再有梁山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兄弟？我想当年梁山竖起替天行道大旗的时候，肯定有很多人和你一样说三道四，亏你还叫实际。铁云，你听我跟你说，要救小茹姑娘还有很多别的法子。我可不止为了救小茹，我还为了张大户，为了这方圆百里受赤炼帮欺负的百姓。好好好，不管是为谁，不一定非要这样，我们还有别的办法。好，那你告诉我还有什么法子？除了和他们干，就没有别的法子。只要能让我不再这么窝囊的活着，就算是死我也心甘情愿。到底要跟我到什么时候？小叔，你给我听着，把他给我医好了，现在他可是我的摇钱树，你懂吗？你们两个在这给我看好了。是。哎，干什么的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好端端的姑娘怎么弄成这样？那有什么办法，有个客人就喜欢他这样的厨，每次来都点他。那个客人没别的什么嗜好，就是喜欢打女人。那就由他打吗？这打坏了不也是你们的损失吗？没办法呀，谁让那客人出的钱多呢？你要是有钱也可以来找我们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
可是如果我们再什么都不做的话，再这样下去，他迟早会死。太莽撞了，这样你会被他心死。我才不怕死。大哥，苏大哥，嘘，小声点，快进来。大哥，我要救个人，请大哥助我一臂之力。杰兄弟，咱们为了劫赤炼帮的银车准备了这么长时间，眼看明天就要动手了，如今不能为了你的私人恩怨而打草惊蛇，功亏一篑吗？可是大哥，没什么可是，我们劫持银车也是为了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，不能因为你破坏了我们的计划。兄弟，你快回去吧，别被人发现了啊！走走走，哎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走吧。回去好好养精神，千万别惹出什么事儿来。明天咱们约定的地方见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走走走走。你怎么回去啊？大哥，明天见啊！大哥，大哥。算你小子跑得快，再来老子打死你。你个没用的东西，没用的东西啊，看，没用的东西，没用的东西。哟，客官来的真够晚的。我要找赤鬼大爷。老大，这个人要见你。赤鬼大爷，你啊，你干什么呀？想快活到前面去？啊，我不是那意思。赤鬼大爷，我这儿有30两银子，我想替那个叫小茹的姑娘赎个身。我知道这些钱远远不够，就当是个定金。我可以写个字据给你，剩下的钱我会尽快的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也好，3天之内你要是能凑足10000两的话，我就让你带走小茹。10000两？这也太多了吧。小茹这丫头在我手底下刚刚火起来，你知道他一天能为我挣多少钱吗？你这种人又穷又傻还想买小茹？滚。这30两银子算是今天晚上买你命的钱，以后见了我们赤炼帮的人躲着点走，否则我敢保证你会死得很惨。这是一条龙啊。哎呦，你这到底是一条龙还是一条虫啊？
我怎么看都像一条虫。你们都来看看，这到底是条什么虫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本来可以不用杀这么多人，可是你们不死光，他们就不会安全。是你，小茹姑娘在车上，快点，你带着她，赶紧离开这里。你怎么？昨天晚上机关失火，侍卫他们都死了。我听说后，就第一时间去把小茹姑娘接过来了。失火？赤鬼也死了？那是被杀死的还是被烧死的？不清楚。那是谁干的？车上还有些银两，你带上，和小茹姑娘找个地方好好安顿下来，越远越好。愣着干嘛？赶紧上车！哎、我今天已经答应小梁山的兄弟们一起劫车。哎，赤联帮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小梁山要你要怎么可能有机会动手啊？哎，那还有张大户呢。哎，铁云，你听我说，先安顿好小茹，一码归一码，就算是要救这个天下，也得从眼前的事情做事吧。哎，师姐，那我走了你呢？我也会走，我们都会走，然后忘了这个地方。叫师姐，师姐，师姐。谁呀、啊？爹娘。儿子。大宝，你怎么回来的？是大侠叔叔送我回来的。大侠。
你们干什么呢？我们要带这些人走。你们？你们可是衙门的？大人恕罪，大人恕罪。我不是大人，我只是替大人办事而已。可以，可以。我可以带他们走了吗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，可以。他们这些人，咱们可惹不起。他们是谁呀？怎么把你吓成这个样子？你不知道啊，他们是赤练帮的人。一个赤练帮的能把你吓成这个样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我不是怕他们，我是怕他们背后真正的老大。那是谁啊？还有谁啊？就是周福。反正下回见着他们啊，咱们就提防着点。师爷，你怎么看？不管谁做的，他都一定要死。依我看，只有一个人。一个人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天外有天，这个人姓完凶，极力的想伪装成一副想要找什么东西的样子，把东西都打翻在地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莫非他想掩饰他真正的目的？我要周围所有相关人等的口供。赤鬼赤飞在死前都见过谁？干过什么事情？以及什么时间干的？都要知道的一清二楚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这是十天内和赤鬼以及赤飞打过交道的所有人说的话，都在这上面。那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出动多少人，花多少钱，都在所不惜。我明白。对了，赤飞手下有人汇报说，本地有一伙自称小梁山的人，意图和我们作对。小梁山？这几年我们打掉了这么多伙人，都是打着梁山的名号。可惜啊，梁山人做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。赤飞的人一直盯着他们，他们还没有动手的时间。那就给我继续盯着好了。如果发现任何不轨行为，你知道怎么办？明白。
志飞死之前，最后见到的人是你。你本来是最该被怀疑的。啊，不。可是我见到你之后，就知道我怀疑错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。志飞虽然死了，你们之间谈了生意，应该还是做书的。哎哎哎，是是是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哦，懂懂懂，快上银子。太宗。是是。在下赤练帮赤峰，我只是个砍柴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每天都在这儿喝酒，那你有没有见过什么有趣的事情？我每天都是砍柴卖柴，累死累活的，再有趣的事情到我这儿也不值一提了。嗯，有理。老板，他的酒钱算我的。好嘞。我看你是多虑了。也许吧，可是我觉得从我们一来就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我们。你把我们的对手想象得太厉害了。迟言啊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走吧。
好久不见。你在找我？之前我们见过面。你的记性不错。我见过的人都不会忘记，不过上次见你和这次见你感觉完全不一样。上次你只是个樵夫，可这一次你一出来，我手背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上次我想喝酒，这次我想杀人。你们的人都是我杀的。永生，有点意思。去那边看看。你还有那个女人，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要想一了百了，除非今天你死了。在那边追。天下这么大，为什么你偏偏走上一条死路？谁死谁活还说不定，可惜我们死不了，你却要死了。接招！呀！你把我们的对手想得太厉害了。派人下去找，死要见尸。是。我好喜欢这里啊，这已经出了赤炼帮的范围了，
我们就在这住下来吧，安顿下来，你劈柴挑水，我洗衣做饭。不知道时间现在怎么样了？天云，天云，小茹，我觉得救你出来的人就是世锦，所以赤电帮不会放过他的。桌子上的是世锦给我们的钱，如果我没有回来，就找个人嫁了，让他给你劈柴挑水。世锦，世锦，听说就是这个人杀了赤脸帮的人，现在已经被赤脸帮的人杀了，连尸体都扔到河里喂了鱼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亲眼看见的。大哥，啊，替天行道这四个字还算不算数？当然算。要不是当时史进杀了赤鬼赤飞，惊动那个赤脸帮，那天我们就动手了。史进虽然死了，但是他没做完的事我们还要继续做。可是连以前梁山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我们又能怎么做呢？你怕了？我倒不是怕，我觉得吧，这个事应该从长计议。哎，你们觉得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应该从长计议。不，你们就是怕了。史进说的对，梁山的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干的。算了，豁出去了，拼就拼了，你想怎么做？我一个人就行了。你们如果想帮忙的话，就帮我搞些东西来，我要替史进报仇。我叫铁云，等等。他就是铁云，你下去。
真是有勇气的年轻人呐、啊！你来是替你的朋友报仇的？我现在已经在你的面前了，你怎么还不动手啊？我知道不是你们的对手，所以我用了最蠢的办法。啊！耶！哎，好，像你这么愚蠢又勇敢的人，现在可真是越来越少了啊！大人饶命啊！不要怪他，这个世上不是每个人都不怕死。司门客，都按照您的吩咐办妥了。我都等不及明天看到他脸上吃惊的表情了。我当然不能怪他，要怪我只能怪我自己太蠢。能承认自己的愚蠢已经比很多人强了。我真应该挺使劲的。说出小茹那个婊子的下落，你还可以活。哼，来呀，杀了我呀！我就不明白，你们为什么要为一个不相干的人把自己的命都赔上？梁山的大旗上有替天行道四个字，我想你一辈子都不会明白这四个字的意思。杀了他吧，何必呢？你这个人就是太直接，世上这么多有趣的东西都被你浪费了。你说他能撑到明天吗？撑到明天？这怎么可能？
你把我们的对手想得太厉害了。派人下去找，死要见尸。是，走。失禁的事情，你都已经死了两回了，你怎么就不能好好当一个死人呢？替天行道，这条路还真是难走。费尽心机想连累铁云那小子和小茹姑娘，可是没想到那傻小子又回来了。不过他能回来我其实是很高兴的，他若生在当年一定会是咱们的好兄弟。看来老天爷一点都不疼你，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说出那个婊子的下落。杀了我吧！我喜欢真正勇敢的人。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，我决定亲手杀死你。天行道，你果然没死。我改变主意了，在你们没死之前，我还不能死。石进，是你吗？石进，好兄弟，我这就来救你。没那么容易。是，走。
以为你已经死了，我还这么疼你，想为你报仇。天云，谢谢你。为什么要谢我？谢谢你让我救文龙十七，又活过来了。他们在这边，在这儿。九纹龙史进，你逃不了了。梁山的人从来不逃。你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让我们以为你已经死了，你为什么又活过来了？梁山已经不在了，史进也可以死了。可是铁云用他的行动告诉我，梁山虽然不在了，可替天行道的大旗却一直竖在人们心里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世上只要还有你们这种人存在，梁山就会一直都在。你活得够累的，不如我让你轻松一点吧。我求之不得。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让我来成全你吧。有事。现在你知道根本拦不住我了吧？现在就剩下你了。
可不是吃颜良的蠢货。在我看来，你们没有区别。嗯，你可以试试。师姐，杀了他，别管我。你以为我不敢杀他？啊！师姐。杀了他！师姐，师姐，铁云，铁云，铁云，我已给他上好了草药，应无大碍。哦，谢谢大夫。铁云，虽然你听不见，但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谢谢你让九纹龙使劲又活在了光天化日之下。既然我活过来了，那些恶贼就一定要死，可是你必须活下去，因为只要有你这样的人活着，梁山的精神就会一直都在。撤！撤！他难道不知道赤炼帮的大老板是谁吗？再给我派人，这次派他100个，一定要把和我们作对的人都给我找出来，我倒要看看。梁山都已经不在了，谁还敢跟官家作对？滚！是。碧月啊，你的手怎么变粗了？啊！碧月，我的目的就是要把你们赤炼帮连根拔掉。你要什么？你真的不需要我？我要什么？我都可以给你。我要的东西，你给不了。去。
要你能说出来，我都可以给你公道。你是谁？梁山九纹龙史进。缉拿凶手，快快快！就是他，就是他杀了大人，就是他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！傻丫头，哭什么呢？天云，天云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那就是梁山吗？对，你说石进会不会还活着？不知道，没有人看见他从那里走出来。可是也没人看见他死啊。我觉得石进还活着，像石进这样的人，不会就这样死了的。嗯，对。我们赶紧把旗帜升起来吧，说不定石进正在哪个地方看着我。好。